大家好，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今天我们会读故事，学中文。我们今天的故事叫田忌赛马。田忌赛马。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Please sign up for our email list.To get updated with any news from SyS Mandarin Academy, you will get a bonus of Peppa Pig Video Course Lesson 1 for free. The link to sign up is listed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Please share it with anyone who may be interested in.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好，谢谢。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会讲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齐国的大将田忌很喜欢赛马。齐国的大将田忌很喜欢赛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齐国，齐国。好，那就是 Kingdom 齐。那齐国的大将。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将，大将。好，齐国的大将田忌，他的名字叫田忌。田忌是齐国的大将，他很喜欢赛马。赛马，好，赛马，赛就是比赛，马，好，那这个就是他们在赛马，看谁跑得快。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他非常喜欢看赛马。他非常喜欢看赛马。好，那齐国的大将田忌很喜欢赛马。有一回，他和齐王约定进行一次比赛。有一回，他和齐王约定进行一次比赛。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回，好，有一回就是有一次，他和齐王约定。约定，约定。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约定，约定。他们约定明天下午在公园见面。他们约定明天下午在公园见面。好，那有一回他和齐王约定进行一次比赛。进行一次比赛。好，进行，进行。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进行，进行。在机场，他们会对行李进行检查。在机场，他们会对行李进行检查。好，那进行一次比赛，进行一次比赛就是进行一回比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赛，比赛。比赛，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好，那他们这个比赛就是比赛，赛马。好，那有一回他和齐王约定进行一次比赛。他们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他们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把各自的马。好，我们来看一下各自。各自。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各自。各自。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把各自的马。好，我们看这个就是马。他们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分成。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分成，分成。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人分成两组。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人分成两组。组就是 group。他们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好，那上等的马是非常好的马，中等的马不
不如上等的马，那么下等的马就会不如中等的马。好，分成上中下三等。好，我们来看一下等。等，好，等 It can mean to wait, but here it means rank. 好，上中下三等。等，等，这件衣服是一等品。这件衣服是一等品。好，品在这里就是东西的意思。好，这件衣服是一等品，是非常好的衣服。他们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比赛的时候，上等马对上等马。比赛的时候，上等马对上等马。中等马对中等马，下等马对下等马，中等马对中等马，下等马对下等马。那这个对就是和谁比赛的意思，中等马和中等马比赛，下等马和下等马比赛。由于齐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由于齐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好，我们来看一下由于。由于，好，由于就是因为。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由于，由于，由于下雨，这次比赛取消了。由于下雨，这次比赛取消了。就是因为下雨，不能比赛了。这次比赛取消了。由于齐王每个等级的马，好，那等级就是等，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强就是好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是田忌，这个是齐王，这些是田忌的马，这些是齐王的马。那么这个是一等马，那一等马对一等马，这个是二等马，就是中等马对中等马，那么第三等呢就是下等，下等马对下等马。但是齐王的马每个等级都比田忌的马好，强。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强，强，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强，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强。那在这里呢，这个强就是好的意思，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强。由于齐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三场比下来田忌都失败了，三场比下来田忌都失败了。好，三场比赛，比下来就是比赛完了以后，那么田忌都失败了，失败。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失败，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是成功之母。好，那这个之就是的的意思，母就是母亲，妈妈。好，失败是成功之母。好，三场比下来田忌都失败了，田忌觉得很扫兴，垂头丧气地准备离开赛马场。田忌觉得很扫兴，垂头丧气地准备离开赛马场。好，我们来看一下，田忌觉得很扫兴。好，因为他失败了，所以他觉得很扫兴，扫兴。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扫兴，扫兴，大家玩得非常高兴，但是却突然下起雨来，很令人扫兴。大家玩得很高兴，但是却突然下起雨来，很令人扫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很令人扫兴，令就是 to make, to let,
就是使人很扫兴。好，那田忌觉得很扫兴，垂头丧气的准备离开赛马场。垂头丧气。好，我们来看一下垂头丧气。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垂头丧气，垂头丧气。他考试没考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他考试没考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好，我们看这个小男孩，他就是垂头丧气。那田忌他失败了，他很扫兴，他垂头丧气地准备就是 prepare， 准备离开赛马场，离开。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离开，离开。他去年离开家，去别的城市上大学。他去年离开家，去别的城市上大学。好，那他垂头丧气地准备离开赛马场。赛马场。好，那这个就是赛马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叫赛马场。田忌觉得很扫兴，垂头丧气地准备离开赛马场。好，那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以后我们再讲后面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复习生词。大将，大将。赛马，赛马。齐国的大将田忌非常喜欢赛马。齐国的大将田忌非常喜欢赛马。约定，约定。进行，进行。比赛，比赛。有一回，齐王和田忌约定进行一次比赛。有一回，齐王和田忌约定进行一次比赛。各自，各自。分成，分成。等，等。他们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他们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由于，由于。强，强。由于齐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由于齐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失败，失败。三次比赛下来，田忌失败了。三次比赛下来，田忌失败了。扫兴，扫兴。垂头丧气，垂头丧气。离开，离开。田忌觉得很扫兴，垂头丧气地准备离开赛马场。田忌觉得很扫兴，垂头丧气地准备离开赛马场。好，那现在我来读一遍故事，没有拼音。田忌赛马。齐国的大将田忌很喜欢赛马。有一回，他和齐王约定进行一次比赛。他们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比赛的时候，上等马对上等马，中等马对中等马，下等马对下等马。由于齐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三场比下来，田忌都失败了。田忌觉得很扫兴，垂头丧气地准备离开赛马场。好，那现在我们回答问题。回答问题。好，第一个问题，田忌是谁？田忌是谁？对了，田忌是齐国的大将。田忌是齐国的大将。好，第二个问题，田忌喜欢做什么？田忌喜欢做什么？对了，
田忌喜欢赛马，他喜欢赛马。好，第三个问题，有一回他和谁进行赛马比赛？有一回他和谁进行赛马比赛？对了，有一回他和齐王进行赛马比赛。有一回他和齐王进行赛马比赛。好，第四个问题，他们怎么比赛？他们怎么比赛？对了，他们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比赛的时候，上等马对上等马，中等马对中等马，下等马对下等马。好，那第五个问题，这次比赛谁失败了？为什么？这次比赛谁失败了？为什么？对了，由于齐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三场比下来田忌都失败了。由于齐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三场比下来田忌都失败了。好，那第六个问题，失败以后田忌觉得怎么样？失败以后田忌觉得怎么样？对了，田忌觉得很扫兴，垂头丧气地准备离开赛马场。田忌觉得很扫兴，垂头丧气地准备离开赛马场。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以后再接着读故事田忌赛马。 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Please sign up for our email list to get updated with any news from SyS Mandarin Academy. You will get a bonus of Peppa Pig video course lesson 1 for free. The link to sign up is listed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Please share it with anyone who may be interested in.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好，那我们下次见，再见。